秦王有玉，着奉亲命修编天朝食典。茶文、敏进入之争，齐宝厨厨艺出众，特命二人为醍醐特使，即日起到各地探访周巡，以便收入我大清美食调纲记录，不得有误。谢王爷恩典。宝初，咱们戚家这次可真的露脸了。嗯，宝叔被你伯父王爷所托，和智臻一起共创天涯，成为厨艺界的传奇侠侣。这次得亏周相王自己跑了呢。坏了，别担心啊，我们一定会追上智臻的。可是，怎么连他去哪都不知道，这么追啊？方才陆姑娘临走前说啊，她打算从咱大清国各大菜系中历史最久、最老牌的那门着手。嗯，鲁菜，山东。 范云阳，自从你来我府上掌厨，我胡府上上下下对你的厨艺真是赞誉有加。可是每每宴客之后，宾客对你多所抱怨。就拿昨天来说吧，知府大人喜欢吃糖醋鲤鱼，你偏偏不给做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回老一话，这几天河水污浊，捞上来的鲤鱼啊，土味太重，如果要掩盖这种泥腥味呢？ 就只能多下葱姜蒜等香料，可这样一来，鱼就失去了原味。嗯，你说的有道理。嗯，可是大兰将军他喜欢吃炖羊肉，那这个羊和气候就没什么关系了。有的，老爷，这入夏以来天气湿热，羊肉性偏燥热，实在不宜在大热天食用。你别以为我五谷不分，羊性燥。 加点萝卜、白菜，不就冷热调和了？您说的没错，老爷。可是您看呢，这纳兰将军他眼袋下垂，腹打如鼓，一看就是脾虚湿盛的体质。这他如果食用了寒凉的蔬菜，一定会引起下痢腹泻。那样的话，恐怕还会怪罪老爷您呢。巧言强辩，自以为是。我虎虎上上下下要吃什么菜，做什么菜，还需要你来指指点点的？ 走路比那裹小脚的都慢，唧唧歪歪，唧唧歪歪，跟老太太似的。哟，还不是你呀、啊？刚才渡船上被人家夸说像摩羯，这个人乐的嘞哈、啊，你放一辆的包袱都忘了拿了。现在咱们呢，没钱坐马车，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。好，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对，对不住了哈，二张。嗯，你乖啊，你看，你再忍耐一下，再有几里路。
知道你大舅家，不，一个师生这就这么讲啊！元英，小姐，元英，你先别走，我去跟我爹说去。你手艺那么好，他干嘛叫你走啊？小姐，您就别去问了。您如果为了小的跟老爷关系闹僵了。 那我罪过可就大了，我娘身子不好，我回去照顾她，我心里也踏实些。元英在此跟小姐拜别了。这是小姐亲手绣的手绢，什么意思？你自己看着办吧。 大小姐谬爱了！不走了，不走了！再走白发人送黑发人了！快点，走不走？ 南子南大丈夫，说不走就不走。好，等着。上厕所，我肚子都空空如也了。要帅啊！帅吗？哼，等着。 给咱们这么多银啊！你以为只有银两吗？余英松，这已经是咱们在镇上最上乘的马车了。嗯，走！慢走！哦，娘，原来出身武林世家呀！那可不，像我们泰山范家庄，在山东境内，那可是响当当的名门大派，所以啊。 所有的山东乡亲无不对我们敬重有加。这么以前没听你提过啊？哎呦，俗话说得好，好鸟不乱叫，好人要低调。你娘我是那种喜欢炫耀之辈吗？切，你不是吗？嗯，我是说，娘说的都是对的。<笑>娘，这个我想。 你这想练武功，竟然有这么多好处，你也想拜我为师，对不对？这你也猜得到？就你那点小心思，我要猜不到，我配当你娘吗？那你真答应了啊？师父娘在上，请受儿子徒弟一拜。等等，练武功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很苦的。我一不怕苦，二不怕痛，三不怕死。<笑>好，嗯，以形写神，以意领气，说。 干得好，清脆。
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想过此路，留下白鹿仔。师傅娘，好像有强盗哎。只不过是小小毛贼，用不着紧张。嗯，带为娘呢去跟他们说。各位英雄好汉，在下范石香，与小犬齐宝厨途经贵宝地，望各位兄弟高抬贵手。管你什么范家庄的、黄家庄的，乖乖的把钱留下，否则跟他们一样。太嚣张了！不留这一招，谎言煽动只有翻一刀才会。啊！大哥，小妹，大舅，欢迎师妹回庄奏乐。哇塞，这根本是水泊梁山的格局啊！师妹，里边请。我的祖上就已经是鹿鼻好汉，还真的是啊。来，只不过后来呢，你外祖父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，我们又接受官府的招安了。庄妹妹靠种地、打鱼、捕猎为生，但是我们范家庄始终没有忘记以武为本的家训。哦，所以方才大舅想试试看我娘这么多年来还有没有习武的习惯喽。就是这样。那你放心啊，虎妈无犬子，我已经拜我娘为师，未来呢，我就发扬我们范家庄的尚武精神。嗯，啊，你拜你娘为师了？是啊。你娘打没打过你？她，没有。哎呀，大哥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走走走，喝酒去。啊，喝酒喝酒喝酒，走，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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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师兄，大姐，师兄，大姐，我的小妹子呀，今天可真是笑死。这是什么情况？大姐前几年脑子出了问题。这么多年不见，你怎么胖了这么多啊？还矮了这么多，头发都没了。不是，大娘是认错人了，我是范世香的儿子齐宝厨啊。哎呦，怎么连名字都改了呢？不，我的意思是说呢，我呢就是范。你怎么又出来了？这是大姐的儿子范鸳鸯。鸳鸯啊，哎呦，没想到我出嫁的时候还是流鼻涕的小屁孩，这才几年没见长成男子汉了。娶媳妇了吧？快带给姨娘瞧瞧。鸳鸯啊是个孝子，为了照顾大姐呢，把自己的终身大事都给耽误了，至今没有成婚啊。我出嫁这些年，范家庄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呀。你娘家哪是嫁出去的？当年是拎着包裹跟着你爹跑了。大舅意思是我娘是私奔的。嗯。唉，想不到啊，原来我娘也是走在时代尖端的女汉子。
对他？哎呀，甘雨谈林，气势不输，脉息如。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说那么多我也听不懂。重点是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性命还得心药医，解铃还需系铃人呐。心病，小弟是喜欢。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？我是堂堂第一山东名医，还会骗你？哎呀，你知道外边人怎么说你胡爷的？怎么说？说你是拿吊丝跟擦粉，死要面子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。我胡某言必信，行必果。我做人果什么果？信什么信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？是小弟的命重要，还是你的面子重要？当然是我的面子啊！我。我的老脸先搁一边去，可是小蝶，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是啊。报告老爷，我们可以安排一场抛绣球招亲，然后把绣球抛给范公子。这么一来，乡亲们也没话说了，小姐的病肯定会好。嗯。袁大夫，您觉得如何？这个办法好，就交给你来操办。有种被设计的感觉。翠巧，时辰定了吗？后天辰时三刻，辰时三刻，听清楚了吗？记住了，辰时三刻，就算忘记我叫范元妖，我也不会忘记的。一心写神，一力气，一心写神，一力气，一心写神。官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怎么不进去用酒菜？还不是我娘，说什么我进来开始习武就要节制饮食，菜都还没吃两口，酒都还没喝呢，就跟我来练下盘了。哎呀，你赶快歇会儿吧。不成，等会我娘瞧见了肯定要扒我一层皮的。这庄主跟石少奶奶已经喝得满口胡话了，这天不亮是起不来的。是吗？哎呀，我这腿都快断瘸了。我哎呀，哎，我说你呀，别老官人过来的猛叫行吧，怪别扭的。咱们娘是亲姐妹，你年纪又比我大，我好歹叫你一声元阳兄吧。哎，咱们范家庄啊是最讲究上下尊卑的，您既然贵为提壶特使，这咱们就不论辈不论岁，这声官人啊，小的是叫定的。哦，那我就客随主便了。官人，小的有一事相求，不知道官人能否答应？什么事啊？不瞒官人说，小的也是厨师，掌管咱们范家庄的伙食。哦。所谓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身为一个厨师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护自己的锅具厨具。这一点呢，你们做的算是勉强及格了。早闻官人是名震厨界的闽菜大师，今日承蒙大师谬赞，小的不胜惶恐。哎，别嚼翘尾巴呀！洗洗锅具厨具这种保洁阿姨就能做的事，值得骄傲吗？大师说的是。先受点个刀工吧。不知小的先做哪道料理？想在我面前做料理是要循序渐进的啊，不如啊，先切个黄瓜呗。官人，你这个小刀工做的还可以啊，勉强当我助手还行。山野村夫雕虫小技，不值得一晒。
可否请官人演示一二？啊，演示。演示是吧？哎呀，官人，你怎么了？我头好晕呐，应该是刚刚喝太多了。官人，你刚才不是说一杯都没喝吗？没喝酒就不能醉吗？哈，你没听过酒不醉人人自醉这句话吗？再说了啊，我舟车劳顿来到这儿，有点头晕，难道不合理吗？合理，合理，合理，还不扶我回房休息？再说了。我身为堂堂的醍醐特使，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折损的国家未来栋梁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担待不起，担待不起。那还不快扶我回去？好晕，好晕。官人，房间都收拾好了，可以歇息了。这个字儿挺漂亮的，谁写的？是小的写的。哦，你写的不简单啊。啊，我喜欢。官人谬赞了，小的呀念过几年私塾，所以啊就建议庄主把这儿改成范家庄的学堂，教娃们读书识字。你看这环境是不是还挺清幽的？官人，这个你不能看。哪家姑娘送你的？官人，您看，这天都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明儿早我还得去济南府采购呢。去济南？那我跟你去。大清早上市场买东西啊。在嫌米香过日子。鲁智深，你别跑啊！你别走！哎，经过，经过，经过！官人，我给你买了油。官人。借过，借过，你别走啊！哎，小林，你怎么这么会跑啊？肚子饿死了，都没带银两，怎么办？我想看看你啊！大饼。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我胡某人承蒙各位乡亲的支持和照顾，来来来，吃多少拿多少，尽管拿。官人，官人，人呢？快！求招亲大会啊！时辰到了，这个绣球是一定会抛出去的。我吴某人说话算话，到时再请各位替我做个见证。都诚实善色来等什么呀？对呀，给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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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各位，这绣球的主人可不是我。不是谁呀？是我们家小姐。Thank you.
骗你了。把姑爷扶进府里。姑爷。妈。糟糕，我好像闯祸了。什么胡言外胡言内的，还不快给我滚出来！还有哪个不怕死的？姓胡的，你再不出来，我打到你出来为止！阁下胡庆祥，阁下尊姓大名啊？你先问问我的刀吧。等一下，不知在下何处得罪，一妹苦苦相逼。做过什么事儿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看招！脚法，你也不赖，再来。乐意奉陪。虽说是拳脚相加，却打出了祥和之气。这是习武数十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体验。如此行云流水，酣畅淋漓，只有一个爽字可以形容呀。娘，怎么跟人打架了？你是他娘？对啊。找我们家宝初为婿啊，可这夫人切莫感到为难，令郎都已经告诉我了，有婚约又何妨，大丈夫有为者娶个三妻四妾大有人在，只要我们结为亲家，我同意宝初纳妾。哦，这样啊。宝初啊，那小蝶你见过没有，长什么样，万一长得歪瓜裂枣，想退货可就难了。娘您多虑了啊。哟，好俊的姑娘。这是小女小蝶。这姑娘在哪儿呢，我都想见见了。娘，因为小蝶小姐八字的关系，在未出阁之前呢，不与未来婆家的人见面，否则会不幸的。还有这种事儿啊。娘，不管小蝶小姐长得再漂亮再端庄，家世再好，可我毕竟是个有婚约的人，所以这件事得让知真先同意才成啊。这话说得不错，娘啊没白教你。胡老爷，这婚姻乃人生大事，更是人伦之本，
我觉得既然我们家宝初有婚约在先，怎么着都得经过他未过门媳妇的同意，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说得好，亲家母诚信传家，老夫佩服佩服，想必是有其母必有其子，宝初一表人才，我们家小蝶这个绣球抛对了。您可真会说话，你把我都逗乐了。最乐的应该是我吧。老爷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请上座。嗯，我们边吃边谈。嗯，啊，尊夫人怎么没出来用餐啊？夫人已经去世十多年。太好，你们家那个也去世十几年了。跟你聊天如此的投机，难道这就是缘分？千里姻缘一线牵，命中注定遇见你。喂，怎么外面催你们家女婿呢？现在想买一送一，六娘亲打包带走啊？请坐。宝厨啊，吃完饭回家练武功去。我不回去，回去被你整死了。我要住这儿。说什么傻话呢？住在这里像什么样的？得了得了得了，宝厨就住在这吧，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亲家母，这门亲事啊，你得先保密，不要跟陌生人说，以免呢，那些心不诚的公子啊，来我胡家闹事，徒生是非。明白。那我们即掌为事了。好，来，耶，吃饭吃饭啊。武功如此高强，请问师承何处？我呀，我是范家庄的人呢。原来是范家庄的女豪杰，失敬失敬。你呢？我看你身手也非同一般呢。是武举人出身。哎，难怪了。我说怎么碰上那么一个男臣？这么不隐晦啊？该不会我还没成亲，你们就抢先洞房了吧？好熟悉的味道，这就是他的味道。什么？绣球被别人抢走了？可不是嘛，这怎么可以呢？现在木已成舟，不行也得行了。爹爹，小蝶啊，爹爹同意说哈，我已经和齐公子的母亲照过面了，这事就这么办啊。胡爷，如今小蝶这身子实在不宜婚嫁呀，所以才请你来好好的将小姐的身体调理好啊。小蝶，你和范鸳鸯啊，这辈子啊注定是无缘，你也怪不得别人。你和齐公子的婚期啊，就定在半个月之后，你好好把身体养好，好不好？让爹爹担心。爹爹，不要再为情所困了。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。那个齐公子在门口鬼鬼祟祟的，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。你怎么这身打扮？你待会儿什么都别说，听我的就得了。啊，哎呦，这位应该就是咱们胡家宅子的大掌厨吧？怎么啦？说话不会说话，哑巴呢？哦，是这样的啊，因为呢，本人也是一位厨师啊，想说找机会跟你一起观摩学习交流一下，如何？哎呀，这个说话怎么不看人呢？有没有礼貌呢？公子，你这误会可大了。俺就是感冒了，把传染给你了。哦，哎呦，感情听你口音是本地人喽？那可不，俺是土生土长的山东人，今年都60多了。这样啊，那翠巧，帮我把那个葱烧海参端出去啊。哎呀，哎呦，这样啊。
那既然大娘您身子不适的话，我改天再来找您交流讨论学习啊。不干不干，俺就继续忙去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哎呀，八字蔓延的了，这冲着耳圈咸死人了。怎么可能，你给我说清楚。果然是你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离开福建到山东后，我就开始研究这里的食材，也造访了几位鲁菜名师。正好遇见胡家珍厨师，我就侥幸进了胡家当起掌厨。哼，那也真侥幸啊！我要是出手的话，你就没机会了。或许，不过想想也好了，你在这也不错啊。因为半个月后呢，就要举办一场最经典的鲁菜喜宴，就是为我办，为你办的。是啊，我要成为胡家的女婿了。真的？嗯，恭喜恭喜，那太好了！我一定会帮你把你的喜宴办得风风光光、妥妥帖帖的。怎么啦，芝珍啊，你何必用强颜欢笑来掩饰你心中澎湃的伤悲呢？我没有强颜欢笑，我是真心祝福你。没关系，我尊重你处理情绪的方式啊。不过我宝厨呢也不是一个见色忘义的人啊，凡事呢得你这个大的点头了才成。你误会了，我没有想要嫁给你。哎，你真的是一个倔强的女孩呀。算了，随便你怎么想我吧。你见过我未婚妻了没？没有，小姐的饭菜都是翠巧送进去。那好，我这未婚妻啊，可是一位倾国倾城的漂亮姑娘啊，你见了肯定要嫉妒的。咱们三个呢，以后都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，你心胸得放宽点，才能家和万事兴，明白呗？我不会嫉妒的。啊，去！你是，你别担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喜宴的。怎么跟他讲一段话，比办十桌酒菜还累呢？翠条多丽影风长，点破银花玉雪香。韵有自知人亦好，隔帘清洁白泥赏。小蝶，我一定不会辜负你。这位大师傅，在下陆之真，请问有何赐教？的确是来指教的。来指导教育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妮子。莫非我曾得罪阁下？你我无怨无仇，今天来到这里为的是咱们济南府的尊严和面子。可否说清楚一点？听闻胡老爷半个月之后将会举办一场鲁菜宴席，可却请了你这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黄毛丫头做主厨，这不是明摆了讥笑咱们济南府没人吗？你得给我们个说法。给我们个说法。好，咱们就给你个说法。
我们此番斗菜就以应答模式进行，可否？好。什么是应答模式啊？就是一方做出一道菜，另一方做出对等的菜色回应。原来是客，你们先请吧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宝初，烧山药。收到。想必你要做的是拔丝山药。正是。那这香就以拔丝地瓜作为回应。请。拔丝山药和拔丝地瓜都是鲁菜中的甜点，两者制作大同小异，关键在于切丁、油炸火候以及糖浆调配。甜点小吃就算我们打成平手，接下来就比主菜吧。好，自由发挥。请。宝初，油爆双脆，猪肚、鸡胗。收到。油爆双脆以猪肚、鸡胗为主材料，炸炒是处理这道著名鲁菜的主要技术。目的要体现出这两种食材的脆度，火候控制尤其重要，多一分则太过，少一分则太生。但外行人不知道的是，这还牵扯到一样鲁菜的精华——汤。所谓唱戏的腔，厨师的汤，每个鲁菜掌勺的师傅都有一锅秘制高汤，这汤能让料理呈现画龙点睛的效果，这就是鲁菜无汤不成菜的道理。奶汤普菜，奶汤普菜是以普菜为底，冬菇、笋干、姜葱为辅的汤品。成功的作品虽然美味，但面对重油重味的油爆双脆，难道不会担心过于素淡的问题吗？如果不会，那原因只有一个。这道油爆双脆掌握了鲜脆两项原则，成色也不错，可算是上品。那还用说？可惜呀、啊。可惜什么？对啊，怎么你说啊？你们尝尝我的奶汤蒲菜就知道原因了。这一碗白汤嘛，能挖出朵花来吗？我才不信呢、啊。好吃。
宝叔，这味道仿佛置身仙境之中，我愿意永远待在这儿，我愿意。娘子，你可愿意与我结为醍醐侠侣，纵横天下，尝遍人间美食 ？I do。现在胜负很明显了吧？愿赌服输。你们立刻马上给我退出半个月后的宴席。好。好。啊，你家办喜事你跑来干什么？全都做搬家庄儿硬了人的脸子，你这是？啊，不急着要砸死你我。表哥？大舅，您别生气啊，我这哥就想出点风头嘛，反正事不张扬出去没人知道，就当没发生过啊。急哈，把出人给抽去哈，我还要了你哈，走来走，跪！我替你向胡老爷求情去啊！你叫他大舅？是啊，他是我娘的哥啊，我跟我娘来山东就住他那儿。大娘也来了？嗯，带我去见他。你自己去，我才不要。大娘。我想找范元阳大厨学钓。你是不是想劝他放弃小蝶啊？哎，好孩子，你怎么那么大度，那么贤惠呀？我们家宝出这件亲事啊，这也不是他亲自愿意的呀。这所谓的有其母必有其子，这句话真是一点都不假。这对母子的自我感觉还真不是普通的良好。皆是命，半点不由人。你啊。就多担待，多包容啊！志真，你怎么哭了呀？没有，我刚只是傻孩子，别难过，别伤心。我做婆婆的保证，我一定交代宝厨，让他什么都让着你。这宝厨他呀，大娘，其实我找您是有个事情，想让您去帮我说一下。怎么，我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你还不满足？不是这意思，我是想要找范元阳大厨学学吊汤的功夫。哎呦，这么个事儿啊！不过你想想，你刚跟他结了梁子，这宝珠他舅让元阳在胡府门前罚跪呢，你觉得他会教你啊？范元阳不教，我来教。这小犊子的厨艺，都是老娘我调教出来的。请问您是？济南第一掌勺人，神手巧娘就是我。猪排骨、老母鸡、鸭子、牛棒骨，这是做卤菜吊汤必备的四样食材。正所谓是，无鸡不清，无鸭不香，无肉不鲜。做奶汤之前，要先把棒骨拍碎。大火熬制它一个半时辰，这整锅的汤啊，浓得像牛奶似的。把这汤面的腐油、杂质都捞出，再用布捋过。嗯，好好喝，这味道真好。可是我实在想不明白，这吊汤我是懂的，我的手法和大娘大致相同，用的食材也都是上品。可是为什么不论浓汤还是清汤？味道还是差了一大截啊，这原因到底出在哪呢？这师傅领进门啊，修行靠个人，有些事情啊，还得靠你自己慢慢领略才行。如果你的悟性高的话，就到庄子里去看看，兴许你就知道了。
小姐，您来看看这个。四海八方不分你我，周师众口皆大欢喜。这是周场政绩平民的对联，文辞寓意颇深，还不会让受贿者心里有挂碍。是谁写的？是咱们家新来的掌厨写的。啊，这个掌厨啊，不仅字写得好，心眼也好。他央求老爷啊，明天一连三天要在咱们家门口开粥场，赈济咱们乡亲呢。什么到庄里转转就会想明白了，转了老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大爷，您这扁担挑的是什么啊？是的我。哦，你是城里的姑娘吧？难怪你不知道。我当然知道，您的意思是给鸡啊、鸭啊、猪啊那些牲畜吃的饲料，对吧？没错啊。可以让我看一看吗？哎呀。饲料有什么好看的？看吧，香菇、陈皮、这姜皮，都是些普通的叶菜。这是什么啊？板蓝根啊。板蓝根啊！啊！我想明白了，原来这里的牲畜就是吃这些饲料，所以特别健康，味道特别鲜美。用它们熬出来的汤就是和外面的不一样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终于知道答案了，我终于想明白了，耶！去荡秋千，带你去抓鱼，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天哪！姑爷，老天，你为什么这么大？姑爷，姑爷，生死有命，你要节哀啊！令哀尚未出阁，岂为避免废短流长？理应尽速联系，小心思四方，处理遗体。你说的是，要按照你说的办。追求，追求。老爷，通知府上所有的下人，走漏风声，我定严惩不贷。那个齐公子，给我严密的看管好，不准跟任何人接触，尤其是那个厨娘鲁智臻。是。我看人的笑点啊！姐，姐，干什么呢？我给姑爷送夜宵。老爷交代，姑爷在麾下不见人。规矩这么大，说这个胡老爷也忒奇怪了哈，叫咱们泉州人到时候去他那吃酒去，我就问他呀，你是不是办什么喜事啊？嘿，这老小子啊，打死也不跟我说。哎，我问你啊，宝厨怎么会住到胡家大宅去了呢？我说大哥啊，你就没想想，宝厨平白无故的干嘛住在胡家大宅啊？这宝厨倒跟我提过，他要练功夫，
可要是拜你为师的话，肯定会被你虐待的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所以他就改投了胡老爷门下。这胡老爷一高兴啊，就请咱过去吃酒去了。你听过人家收徒弟还要请客吃饭的呀？这倒是没有哈。不会是宝厨认胡老爷做干爹了吧？哎，你要是这么说呢，还真有那么一点接近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要是成了，宝厨啊，还真得管胡老爷叫爹呢。你说宝厨是干厨师的，又住在胡家大院，是不是张罗那个喜宴？半个月后你要嫁给胡老爷，到时候宝厨就得叫胡老爷爹了。哎呀，妹子哈，你说你说话这么多年了，也算是熬出头了。哎呦，那大哥，你说二十多年没见你了，你怎么脑子还这么不灵光呢？俺这脑子不好使嘛，你就告诉俺嘛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我告诉你。你说什么？你吼什么吼？宝叔要娶一个活死人呐。谁是活死人呐？全济南府的人都知道啊，那个胡家大小姐啊，病了好长时间了，就剩下一口气了。什么？现在已经不是病不病的问题了。太夸张了吧！啊，连上个毛包都得你跟着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老爷的命令我能不听吗？是是是，你最听话，你最乖啊！你怎么了？光顾着陪你，我自己都没工夫上了。啊，这要不然你去上官这里等你。好，你可千万别乱跑呀！啊，知道了，安心上吧。哼，真是。小蝶姑娘，你就是胡家未来的姑爷吧？正是。今夜能见上小姐一面，真是我毕生的荣幸啊。公子不远千里而来，难道不知小女子早已心有所属了吗？心有所属？小生何德何能，能让小姐如此厚爱，真是太兴奋了。不如这样，我去准备一些好酒好菜，咱们今晚秉烛夜谈如何？不必麻烦了，只此清月，鲜花素果，一盏清酒就可以了。你不怕我会纠缠你到天荒地老吗？不怕，不怕，我这就去准备，你等着。姑爷，姑爷，你别别别吵，别吵。爱女胡小蝶之灵位，我去！堂堂的提壶特使，现在变成这个样子，你说现在怎么办？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？小蝶前天晚上已经要事了，一提
在小青室。什么？姑爷说昨天晚上他看到小姐弹着琵琶来找他。事已至此，绝无后退之路。宝珠会至此，那是他命中注定。你只需将喜宴之事办妥，勿再多言。老爷既然心意已定，执政说再多也无济于事。但是，宝珠现在这个样子，还适合拜堂成亲吗？该怎么办？宝珠既然是被小姐的亡灵吓得痴傻，不如就带她到小姐遗体所在的小青寺祭奠一番，再找寺里的高僧帮她祭改收经，这样或许可以恢复正常。范家独门金刚点穴指，秦家母背信悔婚，礼法不容。你诓骗我们母子，要我宝贝儿子娶灵位，你这才是有悖礼法的欺诈行为。诓骗也好，欺诈也罢，你把我的准女婿齐宝珠留下。做梦！留下！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小蝶，你没死？我没死，我是装的。把他们给我带回去！给我说清楚，讲明白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？昨天晚上是我们串通好，让小姐偷偷进到宅子里，也是我故意装作没有听到琵琶声，为了就是要骗齐公子。等齐公子进了厢房，小姐就偷偷出去。气死我了！你们养个丫头，我平常这么疼你，白疼了。不对啊。你明明病了很久，而且那天我握着你的手，确定了没有呼吸心跳，才把你送朱府的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老爷，你去哪儿？你回来，说清楚。姑爷，姑爷，我一直拿小蝶当我的亲闺女，这您是知道的。他们苦苦地来求我，我能拒绝吗？所以我就用我们老袁家独门的九转挡魂丹，加之经脉针灸术，就让他们诈病诈死。亏我这么信任你，你这个老的还小的两耳竟然骗我，真是气死我了！太令我失望了，你胡老爷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。要杀要剐，任凭你处置。半年前，承蒙胡老爷赏识，聘我为胡家掌厨。翠条多丽引风长，点破银花玉雪香。韵有自知人亦好，隔帘清洁白泥少。范大哥厨艺出众，人品端正，又颇晓文墨，我便逐渐对他产生了情愫。为了让爹爹答应我嫁给范大哥，才让袁大夫帮助我
装病，却不料爹爹为了面子，逼着我跟齐公子成婚。你和齐公子的婚期啊，就定在半个月之后。不要再为情所困了。女儿只好诈死。袁伯，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。不是我制作伯父的不帮你，而是这味药实在是太凶险了。此乃我们老袁家祖传的绝密处方，九转断魂丹。此药以清茶服用，所以我们老袁家独门针灸术，或许可以。我已经按照您的嘱咐，将这粒药服下了。您不帮都不行了。醒醒啊！爹带你去当囚去。冤家，丢尽了我胡家的脸，我今天啊一定要替我们祖先清理门风。冤大，慢着，你没疯？我堂堂提壶特使齐宝厨是何许人物啊？怎么被这些雕虫小技蒙骗了啊？从我第一天进虎府开始啊，我就觉得处处都不对劲了啊！什么不准我见新娘子一面啊，千方百计把我留在虎府啊，还不准泄露我们的婚事，我怎么想都不合情理嘛！所以我就想啊，既然你们想要玩一些神秘的，我就陪你们玩玩喽。那你是怎么知道我装病诈死的？这就要问你们的厨娘了。那太简单了，我身为厨娘，胡家人的饭量多少，我自然清楚得很。可是啊，每一餐翠巧送给小姐的饭都被吃得精光，请问哪个生重病的人胃口这么好？哎呀，谁知道陆姑娘烧的菜如此美味呢？小姐您过奖了啊！还有，我刚好撞见了范大哥和翠巧两个人，不知道在争论什么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瞻前顾后？你还是不是爷们儿呀？好，至于通报范家庄的事，这是宝竹叫我做的。嘿嘿嘿，妆，我装疯。所以说，我们两个真的是情投意合，默契十足啊！哎呀，我说老胡啊，我看这件事儿吧，你就这么打住吧。你看，嫁给我儿子，那是厨师，那鸳鸯也是厨师。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我看你啊，不如答应他们小两口的婚事，皆大欢喜，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啊？糟糕，看来不妙。好，两个都是厨子，你们两个一组，你们两个一组，两天后斗菜，你要是输了，马上给我滚，永远不准踏进胡家大门一步。你们两个敢偷偷放水的话，辱没了醍醐特使的封号，后果如何自行负责。好，比就比。他说比就比。
祭孔的祭品里没有完整的大鱼大肉，只有鱼酱、鱼干、肉酱、肉片、豆类、谷类和蔬菜。在这种食材的限制下，做饺子几乎就是唯一的选择。而且啊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们应该会和我们一样选择做汤饺。哇，你这是料事如神哎！我刚刚偷偷打听了一下，他们做的就是汤饺哎。不对呀，这个饺子是北方人的特长，汤又是山东厨师的看家本领，这不摆明要咱们输吗？哎，咱们这是铁锁横江，上下不得啊！要是我有我娘那个以形写神、以一领七的本事啊，就能打破这僵局了。你说什么？铁锁横江，上下不得。不不不不，下一句。打破这个僵局。中间那句。以形写神，以一领七。您别这么笑行吗？人家还没有准备好啊。首先进场的是小姐范元阳组的福寿康泰五行汤饺，请二位评审品尝。哎，我说你们这花不溜秋的水饺是咋做的呀？回夫人的话，这红的呀是用西红柿汁代替清水和面，用枸杞和牛肉做馅，有护眼明目的功效。这绿的是芹菜汁也和面，可以兔肉做馅，可以清热降压。黑的是在面粉中掺入黑芝麻粉，荞麦、竹笋做馅，可以去火气、排毒通便。这黄的呢是薯子面，韭菜鸡蛋做馅，可以温中开胃、行气活血。白的是原味猪肉大葱，增进食欲、滋阴补阳。希望爹爹和夫人吃了这道五行水饺之后，就像这名字一样，永远福寿康泰。气都被你气短命了，还福寿康泰？你都几十岁的人了，怎么还跟小孩子似的呀？让你来当评委，你就吃呗，哪这么多废话呀？这枸杞子的微甜，跟牛肉的内馅，简直就是绝配。薯面配上爽脆的韭菜，妙呀！芹菜的冲味，竟然和兔肉如此合拍，好。原始的面皮儿更能尝出猪肉的原味儿。荞麦和里面爽脆的竹笋交相和鸣，真是棒！我们的汤是用青山羊羊骨秘制配方熬制，厚而不腻，鲜而不膻。尤其是这汤，简直就是雪地里的腊梅，玫瑰花上的露水，和饺子起到相得益彰、珠联璧合的加成效果。饺中一品，无懈可击。下一组进场。来呀！第二组出场的是醍醐特使的真爱流露浓情汤饺，请二位评审品尝。想不到堂堂的醍醐特使，连汤饺跟煎饺都分不清楚。我就请瑞王爷把你们的封号给免了。这也不是说你们，你说你们要放水，也做做样子嘛。明明就是煎饺嘛！两位评审，先别急着论断，先尝尝再说吧。请。
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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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煎饺里会有这么多汤汁呀？鲜美的内馅，柔韧的面皮和内馅中的汤汁混为一体，仿佛一曲美妙的音乐，又犹如一首动人的诗篇。我要拿什么来形容这种美妙的感觉呢？初恋，对，只有初恋可以形容这种感觉。所谓初恋无限好，干脆去结婚。果然是真爱流露，浓情汤饺的绝妙滋味啊！说得好。你这个饺子挺别致的，是怎么做的？我也想问这个。这个煎饺，我们的创作灵感来自于福建名菜土笋冻。土笋它不是笋，是一种在沙滩上面的沙虫，也叫做土蚯蚓。由于这土笋富含丰富的胶质，拿它来煮汤放凉后，就会变成像爱玉冻那样透明的晶体。我们呢，从土笋冻得到的启示，就是将凝结成冻的吊汤块包入到煎饺的内馅中，这么一来，将饺子下锅煎熟之后，自然就成了汤汁饱满的灌汤煎饺了。你是不是感觉明明两种都是汤，但是两种汤的味道是不是各有千秋啊？对，我的想法跟你一模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他们的汤怎么可能比我的好？我对我吊汤的功底是很有自信的。范大哥，请问您知道范家庄的深情何以叫一般的滋味来得出众？那是因为我们在饲料里添加了姜皮、陈皮、桂皮、甘草，还有……不会是……没错，我们就是在吊汤的过程中加入了这些中药材，才得以让这个肉骨的鲜甜更提升一个层次。你是怎么想到这种方法的？这就要感谢大娘了。谢我？没错，是正在无意间呢听到了我背诵娘教我的以形写声、以意领气的功夫口诀，才有了以凝冻做汤、以中药提味的灵感。哟，我这武功口诀还能做菜呢。举鲁菜为百味之首，又可分为济南、胶东、孔府三个流派，其中济南菜以山珍为主，胶东菜则以海味见长。鸳鸯兄啊，你是济南菜的大师，咱们怎么可能跟你硬拼呢？所以呢，只用鱼肉、鱼肝当中内馅，加上土笋冻的凝冻技巧，以中药提味，图个出奇制胜。不错，济南的山珍、胶东的海味，再配上孔府的细致，三味俱全。在这看似简单的汤饺里，其实呢蕴含着鲁菜的博大精深，真可谓是海陆双全，八面玲珑，相传千里，谁与争锋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宣布胜负的关键时刻了。觉得是福寿康泰五行汤饺好的呢，就请举鸳鸯蝴蝶牌；觉得是真爱流露浓情汤饺好的呢，就请举醍醐特使牌。请。判定不分轩日，平分秋色。请问一下，那这两位的婚事怎么办啊？既然没有胜负，所以无法成全。慢着，别说了，我胡某人说话算话，定好的规矩谁都不许耍赖。那我问你，你记不记得当初说的什么？我当初说什么我全记得。那就好，你说鸳鸯输了马上滚蛋，
宝厨输了的话，摘下鹈鹕特使的帽子，对吧？没错。那鸳鸯输了吗？这个，你这个人怎么？说过的话当然要算数了啊！参见瑞卿王。哎，各位各位，今天都不必行大礼啊！你跪下。查山东济南府人范元鞅，城濮公检侍亲至孝，且颇晓诗文，经地方官员巡查核实属实，特举孝廉方正任用，官复正八品，即日前往泰安县准县城试用。谢府台大人、特使大人举荐拔擢之恩，谢王爷。哎，不要谢我，你的操守、品性、学问，我们可都是看在眼里啊。不过这说准县城已至而立之年，单身赴任恐怕乡民会议论，不如……哎，急死要面子的，现在面子十足了，你还有什么意见？既然瑞亲王开口了，岂敢不遵？好了好了，鸳鸯、小蝶，你们啊，准备准备，挑个好日子，赶紧拜堂成亲。太好了！恭喜恭喜鸳鸯兄，恭喜恭喜！娘，怎么样？我这次表现不错吧？啊，哎，师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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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来的时候，我看他走了。